家好，这里是星星在农村。有句古语就是男看鼻子女看嘴，一生富贵少是非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咱们找位老人去了解一下。楠楠，你老人家多大了？我就八岁一了，我属兔的。八岁一了，你老人家几个孩子啊？我六个孩子的，三个闺女，三个儿。三个闺女，三个儿。俺这碰孙的都五个了。哦，都有五个重孙女了。楠楠，你都说男人看鼻子，女人看嘴，一生富贵少不了。男人看鼻子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看鼻子好看哟。啊、哦，是吧？看鼻子好看，要高仿的哈。哦，高粱鼻梁的。高粱鼻梁那的人为人正直不？原是。我说那些这和高了好看。哦，鼻子高了好看。而且就是鼻梁正了，长的人做人就是做人做事都很正派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是的。就跟那个老古语怎么说的呢？就是高粱鼻梁。高粱鼻梁就好看。啊，高粱鼻梁就好看，长的人为人也正直，就是说可靠长的人。那原是。长的人可靠。嗯。因为男的，就这个男的是看鼻子，高粱鼻梁长的人鼻子挺正，长的人是就是说是有才气，有才气，好看，气量还正。哎，这个女的看嘴，什么样的嘴是好女人？来好看，嘴大的不好看。哦，嘴小的女的好看，嘴大的不好看。就是给说的那樱桃小嘴就是俊。樱桃小嘴长得俊。人家有的说这个男的这个鼻子就是挖过去，那的人好呗。那人好，我看着不大好。那的人不好。那的就是鼻子就是有阴沟啦，有鼻子。有带沟的，有带趴趴的。那的男的不行，那的男的属于给做人呢，让的人尖。哎，尖。那有时候看面相，让的人尖是吗？尖。你这女的，就是说女的，要是最大的好看。最大的不好看，就最小的好看。你说这个最大的女的好不？这最大的女的不好，或者小的好。是吧？有的你看那个，有的那女的眼睛小，然后嘴巴大，就看着一看就跟不像那什么的金头的那是吧？有那的吗？那的人就是说，人家祸从口出，最大容易说那什么是非的话。是吧？这就是咱说的，像这样的，咱说的就是说是男人看鼻梁，高粱鼻梁，男的长的，也好，为人正直，鼻子正直是吧？鼻挺正直。正直。就是那个鼻子大的不好看。哦，这个鼻子小的，就是鼻子塌塌的那的男的，就是长得人还有鹰钩鼻那男的做事不行。做事不行。尖是吧？哦，女的嘴小的好看，樱桃小嘴长得还挺。大嘴塌的都行。大嘴塌。最大的祸从口出是吧？有的那人一看就是有的，你看看面相，有的一看不慈善，人就说这个人不清理。这他不清理，这你光发现也行，我觉得。是不难啊？原生。你说那怎么都不知道，有的一看见这个女的不清理，一看面相就看出来了。这就是说的长得人也是非少，多富贵。就是咱刚才说的，就是说就是男的鼻子，看男人看鼻子，女人看嘴。原生。人家长得人。面善和气，他就生财；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，也少是非，是吧？他面善，他也不惹事儿，那可咋？是吧？男的他高粱鼻梁，鼻梁正，人都是高粱鼻梁，鼻梁正，做人也正直，原是少是非，是吧？少是非，这样的人都好。那好。通过刚才和奶奶的交谈了解到，如果男人的鼻子又高又挺又正，证明这个人为人正直；女人的嘴如果是小，都说樱桃小嘴好看。其实相由心生，这个说了也不一定。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